虽然勾回了这个球，但是没有同伴。看看，打门，有了，有了，打到守门员身上弹回来，进球了。王晓龙，45分钟的时候，3-1。这个守门员没办法，打的球挺快。3-1。这样国安队又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2球。我们来看慢动作，卸下球以后突然大力的一脚射门，从横梁弹回来以后弹在守门员一号严俊岭的身上，以后入网，从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，球速非常快。守门员根本没来及做反应，这个他做出反应差点，做出反应的时候球已经过了他这个手了。对，这样场上比分又扩大到3-1。